脊索尾牙女子竟遭袭吞。台北市一名26岁、长相甜美的诚信女警花，上个月出席在派出所内举办的尾牙，应酬时竟遭担任一警的诚信顾问上下其手，摸肩摸臀。我会好好爱你的。她吓得花容失色逃离，途中遇到副所长，当场哭诉委屈。没想到在场其他一警闻讯，竟不当回事，还叫她事情到此为止。事后诚信顾问拿20万要跟她和解，但她坚持提出性骚扰告诉。还通知实在太恶心，不是所有事都能用钱解决。分局长得知后，请分局督察组调查，并将警花调离原单位。诚信一警顾问则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。我觉得身为所谓的一个犯罪防治的一个机关呐、啊，他更应该就是说要能够发挥所谓的这个犯罪保护的精神啊，对于同仁遭受到这种伤害，应该要更有为的去做一些这个法律的实务的落实。新闻台北报道。